让女友以为我今晚跟女生出去，看看她什么反应。我跟你请个假，我今天提前走一会儿。那你晚上不跟我睡两串了？这改天呗，我今天这有点急事儿，行吗？那啥急事儿？又没我陪你去啊？不用，那个我自己就行啊。那行吧，那你把钥匙给我吧，晚上我锁门。啊，行。那啥，那个我朋友他从外地来找我玩，我给他开的房间，钥匙给你。行，啊，走就走呗。啊，哎，那啥，夏，你看我今天就是我这穿这一身打扮啥的，帅不？帅。有男人味不？有。我这不干了一天活吗？那都汗味儿，我这遮一遮。我要是吃错的话，你的朋友应该是跟你吧？不是，我就跟你一块吃。反正我晚上三个人，今天接着你朋友。那啥，夏，你看今天都几点了？这太晚了，改天吧，改天我再回来找你玩，行不？我走了。笑啥？啊？你不对劲儿。我咋回信了？你每次撒谎都爱眨眼睛，而且今天是咋的？你手机里是有金子，盯看一天了。不是你别瞎猜呀、啊，我这是搞事业呢，我这搞事业。行，那个你先玩着，我就走了。夏，你咋来了呢？咋的？我不能来呗。你这，哎，不是你进来，不是，你找啥呢？你在这儿啊？找啥呢？人呢？啥人呢？女人呗。啥女人呢？你这屋不就你一个女人吗？不是，哎，夏，你这，你怎么，你俩？那个啥，夏，我怀里只能藏住一支玫瑰，就像我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你。从我遇见你那天起吧，我所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靠近你，夏。我真的很想很想和你在一起，我们在一起吧。不是那个，你说考虑一下的是啥意思？我说考虑一下，就是想考虑一下呗。那你这下考虑好了吗？你问他俩。啊？其实没有我，你分不清那些差别，结局还能多。